快乐出航平安之旅。载客小船船员安全篇。随着国人生活形态的转变，民众的休闲活动更加求新求变，搭乘小船从事水上活动也日益增加。为了确保航行安全，船员对于载客小船应做好安全检查，熟悉设备操作技巧以及事故应变技能。接下来，让我们就攸关载客小船航行安全以及各项救生设备的检查及使用做一完整的演练。